来，这个是芭蕉奇鱼。芭蕉奇鱼。对，啊，这个是奇鱼。有什么差别啊？芭蕉奇鱼它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扇子，它的那个鳍上面有一个扇子。我这次经历这个海上的这个危险之后，我觉得做鱼很可怜呢。没有，飘，太近时常晕船。老师，你先来。我来吃一下，补点血气啊，朋友哦。对，这个都是我们这边当地的那个渔民都现捞的、现捕获的，然后都是七八十公斤以上的那个大鱼。而且你仔细看，它这个鱼肉好厚实哦，端端一点。这是鳍鱼，都是有油脂的，透明。还是透明，知道吧？下一道这个是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当地野生的金钱鳗。金钱鳗，对对。那鳗鱼会不会有刺？它刺会多吗？啊，它里面是有骨头的，可是那骨头是比较粗的，它那个皮的话吃起来是 Q Q 的。我要多沾一点。对对对，那个是吃起来也是胶原蛋白，养颜美容的。哇。这样多吃一点才会跟姐姐一样养颜美容，如来如水。哎，这个是我们这边最有名的倒吊鱼，做糖醋做红烧。倒吊鱼，对，倒吊鱼，它因为它后面这里它有一个钩，一个图案对不对？它有一个钩，倒钩的，嘿，那一个钩是倒钩的，那个要杀的时候就要把它弄起来，那个不小心的话被打到是会怎样？会很严重的，因为那种钩哈，那个比较有毒，那一个钩，有毒，它的钩啦。来到南部的鱼类真的都好大只哦，你看鱼肉 Q 弹，对对。这个的话是我们这边叫雨来菇，也叫一个名字叫情人的眼泪。哎，因为它是因为。要有雨水，下雨的时候才会长。对对对，下雨的时候才会长。情人的眼泪啊，对。那是不是像海带之类的？对，海块。其实有像，可是它是长在那个陆地上。我要来满满的一口。陆地上的。对对，它是陆地上的，它就是要有雨水，它才会长。它其实样子有点像那个海蜇皮，但是它吃起来比海蜇皮还要嫩，而且粘度很够。啪啦下雨的时候，就像情人的眼泪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才会感受到被感动，然后讲出的东西来。对，所以叫情人。口感很顺滑，而且没什么潮味。